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片提名，《未来的未来》，新世代日本动画大师细田守最新力作。未来，我也要入镜了。生活的点滴，家人的互动。我要妈妈，走吧，我要爸爸。穿越时空的奇幻旅程，我是未来的哥哥。这只手是。2月2日大年初二晚上9点，《未来的未来》就在悠悠 TV 虎年旺旺来。